轩不止演技精湛，私下搞笑随和的个性也缺了一大票粉丝。而近日，他也被身旁的工作人员曝光了美摊。只见工作人员透露，李帝勋为了感谢自公司创立就一起共事约两年时间的职员们，便大方送了许多昂贵礼物当作回报。此外，工作人员还透露，李帝勋平时就会问员工们对什么有兴趣，或是想要什么东西，并以员工们的个人兴趣及近况亲自挑选后送礼。据悉，礼物包含了名牌手表、笔记型电脑、相机、名牌包等等，让得知消息的网友们羡慕不已。